观影上线，早上好，上尉。从地球的长途航行已经结束了，我们已经在帝国星域边境进行驻扎。我相信长期冷冻睡眠对你造成的不适应感应该已经消除了，如果没有，医疗馆会给你适当增加解毒剂的剂量。杜卡尔上将正通过广播向全舰队发表演讲，我马上给你接通。注意，地球联合理事会的保卫者们，我是杜卡尔上将。在离开地球前，你们应该都听了简报，你们应该都知道，我们来这里是为了以人类的名义征服这个星区。如果你们对执行自己被指派的任务还有疑虑，那就好好记住，如果我们这里的任务失败了，谁都别想活着回家。在这片被遗忘的荒凉世界，我们共同存亡，为理事会尽忠，为人类尽忠。除了胜利，一切对我们来说都没有意义。杜凯尔完毕。通讯结束，信号传入中。早上好，上尉，我是 Stilkov 中将，杜凯尔上将的战术顾问。看来你已经看过他的演讲了，我相信那些东西都是你很熟悉的。但是只要你了解上将，你就会发现他其实是个很随和的人。不管如何，上尉，我这里有命令要给你。我们即将开始进攻帝国，所以会需要进入他们的主要数据网络，并取得他们的武器图纸。为了达成这个目标，你必须突击边境星球布莱克西斯，并控制它的首都布拉利斯。你需要在两个标准时内部署好你的部队。上将希望看到完美的结果，上尉。Stilkov 完毕。什么事，长官？有命令吗，长官？啊，糟糕！这个着陆点没有一点瓦斯，看来我们得寻找其他起源了。SCV 准备就绪，长官。请下令，长官，快点。SCV 准备就绪，长官。想尝尝我的厉害吗，小子 ？SCV 准备就绪，长官。指挥官，好，司令，来吧。待命处。SCV 准备就绪，长官。想尝尝我的厉害吗，小子？我想干点什么。指明目标。好吧，正在发射攻击。是，长官。目的地是。是，长官。准备就绪，长官。快点。正在进行。想尝尝我的厉害吗，小子？正在进行。很乐意这么做，长官。有命令吗，长官？上尉。我是联邦抵抗部队的萨米尔·杜任中尉，我一直在密切地关注着你对帝国的进攻，我希望可以为你提供我所掌握的技能和帮助，以求获得你的赦免。有点意思，中尉，你完全不知道我们是谁，也不知道我们来这里是干什么的，你为什么想要投靠我们？因为我和我的部下都发誓要对抗帝国和帝国皇帝。既然你们的部队攻击了帝国基地，我觉得我们应该是同一边的。这样啊，那你觉得你对我们能有什么帮助呢，中尉？我对周边地区的了解还算比较透彻，我可以告诉你们通往帝国主基地后方的另一条路线。非常好，中尉。鉴于你有效的情报，你和你的部队被地球联合理事会征召了。上尉，给这位中尉提供一切的协助，我们会看看他到底值不值得我们帮忙。
指挥官，上上上！遭受攻击。你想要说什么？准备就绪，长官。好吧，请来吧，长官。做什么吗？有命令吗？任务完成，马上，长官。有命令吗？长官。等等。有命令吗？长官。明白了。SCV 准备就绪，长官。有命令吗？长官。SCV 准备就绪，长官。报道。待命中。有命令吗，长官？我不能在这里建造。报道。报道。SCV 准备就绪，长官。SCV 准备就绪，长官。明白了。建筑完成，你的部队正在遭受攻击。收到了，长官。报道。
遭受攻击，需要更多补给站。有命令吗，长官？什么事，长官？任务完成，明白了。你的部队正在遭受攻击。收到。收到了，长官。任务完成，任务完成，任务完成。啊！你想干什么？哦，就这样。正在遭受攻击。明白了，完成，收到。马上，长官。命令已收到。马上，长官。有命令吗，长官？是，长官。目的地是。你想要说什么？我同意。有命令吗，长官？好吧，来吧。请下令，长官。指明目标，正在进行。你的部队正在遭受攻击，准备出动。你想要说什么？请下令，长官。你想干什么？瞬间结束完成。你想要说什么？是，长官。有命令吗？准备出动，正在进行。很乐意这么做，长官。好吧，来吧。没问题。啊！请下令，长官。是的，我正在路上。
击。指明目标，准备出动，请下令，长官。很乐意这么做，长官。你的部队正在遭受攻击。系统都被摧毁了，我们的战术部队现在可以开始解码地图的安全数据连接了。